别着急嘛，别着急嘛，待会儿就知道了。你到底在卖什么关子？这个裙子是怎么叠的？我也有点忘记怎么叠了。你们会叠这个裙子吗？好了，太苍白了，没有好看。你最好看。现在跟你一样了，可是啊，你说这么好看的姑娘，这么漂亮的裙子，没有人陪她跳舞啊。顾少尉，不要得寸进尺哦。不要得寸进尺哦。唤醒我最美好的回忆，就是那天晚上，我才真正的认识了玉姐。哎，小莫，小心点！灰姑娘穿水晶鞋，为的就是跳舞，不然的话，只能算你送我了半件礼物。小莫，上来。最喜欢的片段是哪一个片段？你们也分享一下给我，带我看一下你们的留言。其实每年过生日，我父亲都会陪我一起过，而且到了晚上，就会给我放紫罗兰色的烟花。看到这里都好扎心。是爸爸。每年过生日，爸爸都会跟我在一起。我还以为今天在这个鬼地方，再也看不到烟花了。潘先生，恕顾某人失礼，不能再留你做客了。顾先生，我能问问什么原因吗？上校马上就离开酒庄了，我没离开。一旦情况危急，就启用地狱变方案。启用的信号是烟火。你的才能，还有你目前在司令部里的位置，对组织而言非常重要。一定要尽一切可能保证你的安全。我会保证自己的安全。你保证不了。要想做到有保障，只有在司令部里找一个人，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代替你成为老鬼。可是他是您的亲生女儿。我是你的上级，根据组织规定，你要服从我的命令。好可怜啊。
是不会这么容易就接受的。情报科就像那艘密码船，登上去就是刀光剑影，生死只差毫厘。顾会长只有一位女儿，一定爱她如性命。那就是生日礼物，送给我女儿的，我唯一的女儿。25只，这肯定是爸爸特意为我做的。啊，这一场戏真的是我，每次做访问或是大家聊起风声都会说的一个片段，因为我是真的特别特别喜欢这一场戏，而且这一场戏我真的觉得特别有感觉。不知道大家喜欢的片段是哪一段？你们呢？你们喜欢这个片段吗？或是分享一下你们最爱的什么片段。你们是刷礼物给我了吗？是吧？就不要刷礼物给我了，不要刷礼物给我啦，谢谢，我们多多分享就好啦。好吧，我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你们说什么。对，真的是好虐的一场戏。我先看一下他们，就是分享了一些什么哦。因为你们都太快了，我怕我好像看不见。你们有喜欢其他的？和露露什么时候合体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。露露应该还在忙一个新戏吧。御姐完美不是我完美了。美啊，就是潘西素与宁吧，跟露露一起可以啊，我也很期待再跟她合作。就特别腻歪的，来，对，全是我的词儿，变成你了，平时就是我的了，让你感受感受一下。因为没露露。坦白来说，我不知道爱是什么，爱不爱你，多爱你。我每次泪都很喜欢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，所以不要与我交谈，不要揣测过头。如果这些都模糊了你的基本认知，如果对你来说不够隽永，那么欢迎来到我的闹钟。这里对爱没有解释，只有一些细微的撩动。只是你的眼神与他不同，我走过你身边的角度与他不同，我开口跟你说话的时机与他不同，我用的词汇艰涩与他不同。不知道爱是什么，爱不爱你，多爱你。诸如此类的这些话我都不知道是什么，所以不要与我交谈，不要揣测过头。如果这些都模糊了你的基本认知，如果对
会跟珊姐合作吗？一如以往面无表情，却更想要，还期待，或许是坏了规则，要的太多，或许爱是这样的，但我不懂，我是独一无二的，你懂不懂？我的爱是什么？你得自己感受。可不可以你把我宠坏，坏到我谁都不爱。神经病，有精神有问题，或者自闭症，可能是一个精神的病患者吧。都喜欢，都喜欢。穿一个风格比较喜欢紧贴一些的，比如说放假的时候都喜欢穿一些白 T 恤，还有一些牛仔裤。喜欢的搭配方式，仔裤 T 恤。吃，吃。讲听歌呢，我又几中意周杰伦。周杰伦。演戏我又好中意周迅王，因为我觉得周迅饰演每一个角色都非常之有说服力啦。咁本身自己都好中意佢。偶像周迅老师。最不能放弃。我不做演员，我会做什么？想来想去，我觉得其实我是爱演戏。如果是最满意的话，可能最满意锁骨。是耳机，那然后我是超级喜欢红色的，所以就也把它里面的那个耳机弄成红色。还有耳机平时会用到这样子，最近比较喜欢用大红色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是一个吃肉的人，我觉得吃肉也可以减肥的那种。吃饱了为什么我是个表酱？你们做眼睛难道不紧张？我做眼睛该咋办咋办。个墙依然一打开就是一个我自己想去的地方。我是那种因为坐飞机太难，因为我依家都几惊搭飞机啊，因为成日飞得太多。到，来吧。语文学得好，审核管不了，预警明白小梦心意时。小梦笑玉姐表明心意时，死神似乎是我征途上的仆人，我就知道这样的风话也只有玉姐你能听懂。是啊，我都听懂了。玉姐向小梦表明心意时，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方向。这个细节也太好哭了。玉梦恋爱前，我穿过所有浪漫银河，所有城市烟火，只为在你身头降落。我该要如何如何如何。玉梦恋爱后，玉姐，你还说你不会改衣服呢，你看你改完了都可以当做婚礼的衣服了。四季三餐无人作伴，熬过五更六晚，留一彻夜最为难。玉姐牺牲后，我是一个彻底的独身主义者。